坐。我准备上新的研发项目了，所以把金银洲成立研发停下来。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几个月了，不出半年就能投入生产了，您现在说停下来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而且这个项目不是咱们一家的，还有奔腾轴承呢，资金怎么办？蔡总那儿怎么交代啊？这个不用你们操心，你们只要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就可以了。我不接受，这是我们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心血呀，我觉得您要慎重考虑一下行吗？别说停就停。孩子，这个项目啊还要经过招标呢，不是说拿就能拿到的。我只能说到这儿了，保密。你回去通知李斌，把金银轴承的资料整理一下。我已经答应同济大学的研究组，把你们的研发资料移交给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把我们的心血拱手让给别人，我们还得接受是吗？爸，您觉得这合理吗？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技术人员，但是我也有权利质疑您的决定。你质疑我？我质疑你。那你要那么偏执的话，那我去找林叔叔说理去。你找谁都没用，出去。董事长今天去省城开会了，现在不在办公室，不过可能很快就回来。哦，那谢谢啊。喂，袁茹。李斌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来上班？经发局刘科找我，问我金银轴承的事情。你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，怎么了？我有事儿啊，你赶紧来吧，我在办公室等你啊。啊，好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？我刚跟我爸吵架了。你跟你爸吵什么架呀？你要知道了，你也会跟他吵架的。我跟你爸就不可能吵架，我跟他都说好了。他让咱们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，让你把资料整理好，明天寄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组。你说什么？你看。你也生气了吧？本来我是想去找林总的，结果他在省城。你那边去找刘科长，是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情况。林总不在，咱们可以去找刘科长啊。找刘科长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有用了，刘科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，而且蔡总是他带给我们认识的，我去找他，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哎，林叔。别瞎闹了，好不好啊？我又不是去闹事儿，我就要一个蔡总的电话，而且刘科长一定会帮我们的，你相信我。刘，这样，你先别去，先给他打一电话，好吧？忙得我脑子都乱了，你刚从他那回来，肯定有电话，把电话给我，给我呀，我打一个。我不好了。喂，哎，刘科长您好，我是盛明集团孙云茹。哦，云茹啊，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孙总让我们停止静音轴承研发这事儿，您知道吗？啊，这事儿我知道。您知道？云茹啊，林总和孙总放弃静音轴承的研发是有原因的。这样，正好我今天要去一趟盛林，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嗯，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他说他知道。我刚都忘问我爸了，他让我们研究新项目，到底是什么项目啊？你说找他问一下不就完了吗？才不去，刚跟他吵了一架。电话放我这儿吧，一会儿刘科长过来。行。哎，刘科长，哦，您到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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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一会儿见啊。怎么样？他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，我刚才想了一下啊，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，毕竟是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血呀。你说咱们这个联合技术研发中心是咱们集团和奔腾轴承共同成立的，如果咱们要放弃的话，应该不是一家说了算吧？
给钟总打电话。现在我知道。喂，钟总。哎，李斌啊，我和林总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准备一下。您也要来盛陵了？啊，对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一会儿去接您去。太过了。怎么都来了？是不是刚才我打那个电话惹什么麻烦了？别瞎想了，没什么事儿。走吧，接钟总吧。对，有事情能开心一下。收工。回来。漂亮吧？你是跟我求婚吗？啊？等你学会了求婚，再来找我。我，就送戒指吗？不就求婚吗？你要实在是不懂呢，要不你给林杰打个电话问问。我求婚，我给林杰打什么电话？你又小心眼了吧？我不是说他有多好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挺有意思的。爹，你多久没找我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呗。我给云茹买了个戒指，她没收，完让我来问你。这是好事儿啊。云茹为什么没收啊？还问我？哎，云茹是不是故意气你啊？你是怎么给她的？我放她手里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怎么能这么直给呢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送婚戒像卖白菜啊，这么简单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？我挺浪漫的呀，我突然之间就放到手里，这很浪漫呀。不会你就学着点啊，知道吧？女生一定要给她惊喜，一定要搞点什么特别的，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。最好啊，能够刺激她一下，让她大声地说出我爱你。哎，你这事儿就搞定了。不是你能说具体点吗？这事儿，这个事儿吧，不能具体，只能意会。这么的，不行你就去把那个什么《罗马假日》啊什么之类的爱情片好好看一看，啊，好好学两招。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好了，我这儿还忙着呢啊，祝你成功。哟，林总，钟总，你来迎接我们呀？我刚接到消息，是要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，是吗？听到没有？这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说不了三句话就要提问题啊！啊，不是，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完成。楼上说，走。刘科长，钟总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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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海研发中心主任陆明。哦，欢迎欢迎，是亲自来对接静音轴承研发资料的。来坐，来来坐，来坐坐坐坐坐，刘科长，来坐。好，请坐。哎，没那么热闹吧？哎，谁要喝水？陆明，这两位就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李斌、孙云茹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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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孙总啊，我得。先批评批评你，你光说把联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停下，可是你又没说清楚为什么要停下。云茹啊，你父亲要放弃静音轴承的事情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是为了他的情怀。是啊，我知道你们研发中心的付出，但是为了更好的项目，我不仅仅愿意把你们科研人员撤出去，而且我还愿意付出必要的损失。我插一句，你投入的研发资金我是要还给你的。什么话呀！你们已经付出那么多了，这都是你们应该得到的。再说了，项目已经进行到现在，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还退什么呀？那我替林总谢谢你。好，
好了，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解释一下吧。云如、李斌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静音轴承，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心血。我也知道，你们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再过半年就能攻克了。但是现在你们研发中心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航天部门正在进行招标，蔡总已经同意转移项目给上海同济，所以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去进行航天轴承的研发。你们的劳动成果就由我们来接受了，我们继续研发，半年之内保证攻克静音轴承这个技术难关。当然你们也不是白干，前期的研发费用全部由我们来承担。啊，这航天轴承的研发更有挑战性。哎，它可是轴承领域中尖端科技项目，你们要是真的错过的话，恐怕你们会后悔的呀。啊，我们做企业的得有个大局观，你们年轻人呢有理想，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一辈子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情，这看上去很遥远，可是现在对你们不遥远。看，机会来了。我作为研发人员，绝不会放弃这些机会。林总，他的大局观我非常赞同。是啊，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，现在我们知道是做航天轴承，那就是为国家服务，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，而且对于我们盛林来说也是无上光荣啊。爸，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要告诉我，我就不跟你吵架。看你们的了。你们前面的研发啊，刚才说了不白研发，你们把你们的资料研发的成果什么的转交给他们就行了。哎，这样啊，从现在起咱们把航天的项目赶快抓起来，你们赶快进入状态啊。好。是。都到齐了吧？我来宣布一下集团的任免决定。由于林杰同志在工作当中的疏忽，造成了第三组垂直模块发电输出功率只能达到400千瓦，所以集团决定免去林杰同志潮流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，由周学林同志接任。坐下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院长，这个任务我不能接受。我服从集团的决定，我会积极的配合周教授工作。林杰，周教授，只要项目能顺利进行，谁当这个组长都一样。吴叔，我先陪吴叔回工作岗位。吴叔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为朱瑞这样的人背黑锅，甚至连自己项目组组长的位置都不要了。哎呀，是不是组长不一样能工作吗？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？林杰，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坚守了几年的梦想，也是你的心血，你都忘了吗？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朱瑞这个人未必会理你的情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你不都说了吗，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，现在出问题了，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呢？你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，这个气你受得了？我受不了。朱瑞，你给我出来！朱瑞，吴叔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别拦着我，你甭管。朱瑞人呢？主任去县城买东西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他配叫主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谁以后再管朱瑞叫主任，我就跟谁没完。行了，淡定不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在这大喊大叫的。大喊大叫，朱瑞，亏了你啊，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，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懦夫，自己做错了事都不敢承认，还让别人替你承担。哎，你这良心不会疼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懂。你听不懂是吧？啊，好，别说了，行了，给我那边待着。听不懂，我是今天给你说明白一点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我问你，
你这个叶片尺寸做小了，是不是你的责任？项目组成立到现在，你做过什么事儿啊？除了会邀功，你干过几件实事？行了，吴处，你给我坐下。还天天自诩什么主任，你配吗？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让林杰革职了，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，你还是人吗？ 行了，吴叔，你这吵什么呀？你让别人听见了像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自己问他。林杰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吵起来了？没事。什么没事？林杰，你也不用瞒着豆豆了。豆豆，叶片尺寸做小了，那是朱瑞的责任，跟他没关系。可他非要替他背黑锅。林杰，我觉得吴叔说的没错。 你犯不着为朱瑞匠人挡子弹。朱瑞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我不为他，他工作就没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呀？他之前怎么对你的，你现在居然还帮他？你们能不能别纠结别人的过去啊？你最近你观察过朱瑞没有？人家私下也在学习，平凡和我说，这些天他一直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。他既然愿意改变，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？ 这次实验怎么说呢？要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，可能会好。林院长，啊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你先去吧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好。您坐。什么事儿？请你收回对林杰的处罚。 叶片图纸是我绘制的，不是林杰的错。你以为你这样为林杰把责任担下来是很英雄的事儿吗？确实是我的失误。吴处把数据给了我，是我计算错了叶片的大小。如果不是林杰来找我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。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，林院长。 你知道我平时和林杰有点不太对付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替他背这个锅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反而会为我把我的错误承担下来。作为一个主任，出现这样的失误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你知道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？我知道，但这个错误确实是我犯的。我希望集团能够撤回对林杰的处罚。 他当组长，非常称职。你明天先回槟城，暂时停职。至于怎么处理，等我们的通知吧。知道了。
们怎么来了？来看我笑话？主任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隔着门缝看人。我们是听说你主动承认错误，特意来为你鼓掌的。还鼓什么掌啊？你别老斜眼看我就行。没人斜眼看你，更没人看不起你。你现在就走了，是不打算给大家道别的机会啊？帮我把这个给甜甜，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今天之前说的话，我都收回。下次你去省城的时候，我请你喝酒。喝酒也得算我一个。林杰，谢谢你。抱歉没能把你留下来。不是你的问题，你能这样帮我，我心里面已经真的非常感动了。真的，林姐，谢谢你。行了，我该走了，多保重。李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下来。哎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等一下我的消息吗？林杰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他说一辈子没有得过病的人成不了名医，他极力劝我把你留下来。留下来吧。你以前的情况，我听说了一些。这次是一次机会，好吗？跟大家一起为潮流能做点贡献。董事长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。谢谢李院长。不用谢，要谢就谢谢你的小伙伴吧。啊？咱们不光是同事，也是战友，咱们应该荣辱与共。云茹，午饭时间，一起去吃饭吧。潘姐，你去吃吧，我先不去了。你吃完给我带两盘子去。哎呀，都坐了一上午了，起来活动活动。来来来，一起去。哎呀，走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我现在还饿呢。走吧。吃吃。我其实今天真的是不饿，你说你给我带点过去就行。大家不好意思，我想耽误大家几分钟，麻烦大家给我一点安静。哎呦，云茹，这是我们2000年5月24号高中时候拍的第一张照片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，你扎着两个小揪揪，穿着你的小白鞋。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到至今，你在我心里都是最美的人。
其实我从小我挺内向的，我不敢给你表达我的感情，因为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。我挺自卑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但是我知道我不如他，我配不上你。但是我很幸运，我们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事，我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分每一秒。我经常会幻想，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了，我会第一个把你抱在怀里。于如，我今天我还想发个誓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我永远会在你旁边守护。于如，我爱你。动静啊！我就听清了三个字：嫁给他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你们这俩孩子啊，真接地气儿！这么大的事情在食堂就宣布了，也不疼疼爸爸？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。别，你们蜜蜂轴承不准备要了是吧？你这小子也一点都不关心啊！有你在，不用操心。嘿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在平台上和滨海电网对接呢。行，那我就提前祝贺你，过两天把轴承给你送过去。送货上门，保平。你向云如求婚怎么样了？你觉得呢？那一定成功了。好啊。恭喜你和云如，谢了，回头见。喂，吴副厅长，明天我们的第三组模块就要下海了，总功率是1.3兆瓦。太好了，如果成功，那就是按照你们既定的3.5兆瓦实施的呀。您可一定要亲临现场啊，我们这一路离不开您的关怀和支持啊。好。李院长，这一路风风雨雨的全靠你们自己摸索，确实不容易啊。你们团队的年轻人很值得我们学习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去现场看看他们。好好好，你一定来啊。吴副厅长答应了。答应了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些年轻人呐，真值得称赞呐。前段时间经历了日晒雨淋的野外作业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。是啊，为了弥补更换材料耽误的时间，他们日夜加班，愣是抢回了3个月呀。伙伴们，明天咱们将迎来最后一次大考，紧张吗？紧张又不紧张。哎，你这情绪够复杂呀。依我看啊，我们没必要紧张，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。没错，为了抢回时间，朱主任都晒脱了2层皮，连白新闻这么白，都晒黑了一个色号呢。哎，这朱主任啊，我就不提了。这新闻什么色号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我同意王浩说的，我们不应该紧张，因为咱们已经做到了极致。都看看彼此脸上的肤色，太阳晒出的一道道褶子，还有手上的厚茧。每个人的付出，彼此都看在眼睛里。我们把汗水
都挥洒在了这片施工现场。现在就差这最后一口气，我们一定要顶住。晚上大伙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咱们决战总成平台。站住！吴厅长，您别请。吴厅长，钱董事长，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呀！你们冰能集团在海洋工程上独树一帜，为我们创造了奇迹啊！这个呀，都是他们两个和这帮年轻的科学家们做的。模块对准导入口。收到，收到。开始作业。好的。匀速操作，收到收到，保持匀速。赶紧洗手吃吧。怎么了？他们突然宣布了。谁宣布了？李斌、云茹。那就定了是吗？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宣布的，可不就是定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突然呀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了？真是，谁呀？李建国，你公公，还有好多事要办。喂，真忙，真忙。接着打呀！
我这不一直在找吗？还有这些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买这些东西啊。你买这个干嘛？这是我送给未来公公的营养品啊。我爸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总觉得他年富力强，永远年轻，根本不用补。他吃不吃不重要，但是我的心意得带到，这是礼貌。嗯，行吧，我替他谢谢你。放这儿就行。今天我来做饭，你行不行？你来做饭？一个小时以后，保证一桌子丰盛菜肴呈现在餐桌上。不用帮忙？真的不用。一会儿呀，林伯伯回来了，你陪他好好说说话，这里呢就交给我。嗯，交给你。嗯，好，我去给你拿瓶水。哎，我不喝。哎，我爸回来了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林伯伯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叶豆豆。啊，人家今天特地要过来给你做顿饭。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忙活呢？快，嗯，快！我一个人可以的，林伯伯，你们先聊，饭一会儿就好，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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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是豆豆给你买的，你不能说不喜欢。挺好。你小子搞突然袭击啊，也不打电话告诉一声，不想话。儿媳妇想在公公面前表现一下。哎，爸，云如和李斌要结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和这叶姑娘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俩不急啊。老自己，我跟你说，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人，可这件事情，婚姻大事，你得听安排。行，这回啊，我听你的，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我得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想，等成功并网发电之后，再结婚。行。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反悔啊。哪能反悔啊？你做的是好事儿啊，我当然得支持。可你别让人小月姑娘等急了。知道了。我现在不是正在搞研发吗？我争取明年，明年我俩结婚。好，我给你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年年底，在这之前，你得把她娶回来。OK， 我看着你。咱们得好好的策划一下，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，我可不想简简单单的就把自己给嫁了。你这么优秀的女生，我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把你娶了呢？到时候我必须办一个轰轰烈烈的、让你印象深刻的婚礼。等你到了80岁，回想起来啊，还能笑出声来。去你的！嗯，就是3个月的时间有点仓促了。怎么样才能做到面面俱到呢？什么3个月啊？3个月之内咱们结婚呀！我跟你说啊，在这个时间内结婚对我们最好了。你看看你啊，这什么表情啊？刚才还信誓旦旦的，不会是不想娶我了吧？怎么会不想呢？我想立马就娶你。可是阿乔，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等我们成功并网发电之后，我一定安排出时间来。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咱们办婚宴、拍婚纱、旅行、结婚，一切都听你的，行不行？那要到什么时候啊？很快，很快。很快是多久吗？3个月可以吗？可能还要稍稍长那么一点时间。吴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我重要啊，还是你的工作重要？当然你重要了。可是工作也很重要。阿乔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你应该理解我。其他的事情我都能理解，这个事儿啊，我理解不了。阿乔。你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是我们并网发电的关键时刻，3个月内能不能成功，谁都说不准。
你这样逼我，不是无理取闹吗？我无理取闹？照你这意思，我王爱乔是嫁不出去了，非得在这跟你逼婚是吧？爱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愿娶是吧？那我还不嫁了呢。你急什么？吴树真够能磨叽的，腻歪这么久了还不出来。人家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个面，你就不能多给人点时间，让人好好聊聊？是啊，应该多给他点时间，让他俩好好腻歪腻歪。哎，要不咱俩也在车上睡一觉啊，等他俩出来。讨厌。爱乔，林杰和豆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，我们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回戴胜点，明天的工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赶回基地，到了那儿我再跟你通电话啊。你别生气了啊，你想通了就打给我，想不通就不用联系我了。爱乔，再次与你相见。